今天咱们来到了洛杉矶的亚凯迪亚市，咱们来这里呢看一个实惠的全新独栋别墅，就是视频里的这一栋房子。外面呢有很多绿色的植物，再往前走呢是一个小公园，整个小区呢是一个封闭式的社区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现在呢咱们进到了室内，在售的就是视频里看到的这一栋，整个房子呢全部都已经升过级了。看厨房里面的电器呢还配备了冰箱，整个房子呢是1587尺，三房2.5个卫生间，两车位的标准车库。刚才咱们看到的是这个房子带的一个小院。亚凯迪亚这个地方呢它有着全美顶级的学区，这个在全美都是非常知名的，而且几乎加州最低的地税1.07%的税率。咱们看这房子带的电器，这个是红外线的保温功能，牌子呢都是美国厨房电器的顶级品牌 Monogram。 而且呢你看它配备的这个微波炉全部都是这种自动开关门的，整个房子的配置算是上乘的。咱们现在呢来到了二楼，二楼呢一共有3个房间，一个主卧，2个次卧。这栋的位置非常好，边户从窗户望出去满眼都是绿色，而且没有遮挡，非常的舒服。封闭式的社区，顶级的学区，超低的持有成本，而且包括了高档的升级，120多万还是非常难得的，只有这一栋了。